过去有一挂社会劳动人犯罪较轻的，常常安排因去社区来摒扫环境。但是社会上有部分的弱势家庭是更加需要人力的协助，所以婚姻地检署就甲创设基金会合作，将社会劳动人安排甲安养院，或者是植物人的厝内来斗三工。检察长戴明谦就表示，这除了是人力的协助以外，更加是希望讲会当互遮个劳动人看到共款人是安尼认真伫咧过生活，也勉励劳动人更加爱珍惜家己，毋通放弃。要照顾一个病人已经无简单，若是要照顾一名植物人，都要付出更加侪精神甲体力，因为爱饲爱换尿布啊，尤其若佫发生伫个弱势家庭，即、這个负担都更加沉重咯。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在道宅服务的家人都是主要照顾者，那主要照顾者他一天呢，可能要从他的早中晚，哦，都要去做喂食啊，然后翻身拍背啊，换尿布啊，还要可能还有一些有小孩子的家庭，他需要照顾非常多不同的一个从老中青三代，可能都需要他的一个协助。创设基金会有提供到处服务，看见就是家庭为着要照顾植物人生活过得乱糟糟，因此申请社会劳动人来斗三工，减轻福利金管一家属的负担。申请之后呢，确实帮我们舒缓了很多压力，让一些比较繁重的一些工作交给我们社会劳动人，那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了很多我们这边需要协助的工作。对着植物人来讲，时间已经无意义，但是家属犹原无放弃。福林地检署检察长戴明谦就指出，社会劳动人除了要来协助以外，同时嘛希望透过服务的过程，提醒社会劳动人爱护啊珍惜自己，而且爱护啊百人心。以前我们都是请他们做一些社区的一些清洁等等，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结合这个活动，让他们到这些植物人的家里去来做一个服务哈，看这些植物人他们的家庭是如何的生活，他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他们是怎么样在维持他们的这些的生命的尊严哈，让他们也更深层的社会的生活的一个体面，热爱生命，更热爱自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我们连植物我们都不会放弃的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手脚健康人，我们更不能放弃自己。社会劳动人都是最近较轻微的犯罪人，地检署用劳动方式来替代处罚。现在社会劳动人来到创世服务，除了协助护理人员照顾基本之外，同时嘛整顿厝内环境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